大家好，袖珍叶子呢是观赏性非常高的一种花卉。如果养好的话呢，这个袖珍叶子一年四季常绿，不会黄叶。尤其是在春天，现在春天到了，我们给袖珍叶子施肥是非常关键的一点。那么袖珍叶子呢，它是一种观叶植物，不需要促使它开花，我们该怎么给它施肥呢？那么我们给袖珍叶子施肥呢，一定是要以氮肥为主。因为袖珍叶子它不需要催花，所以呢，我们以氮肥为主。那么我们最常见的氮肥有这个尿素。那么我们使用氮肥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，我们一定要用量少一点。像这棵那么大的话，有这么一点点就够了。只要在这个花盆的盆堵的周边挖上一圈，也要撒上氮肥，撒上一圈的氮肥。记得一定要将这个肥料呢用土壤给它覆盖起来，经过后期的浇水，它就会慢慢释放养分给这个植物吸收。我们想要把这个袖珍叶子呢养得好，叶片长得翠绿，那么给它施肥或者是选用肥料，大家一定要抓住关键点。